等一下，嘿，太直接了。七早八早就骂这种东西。我今天是冰雪奇缘的 Elsa。欠很多钱。对啊。因为我在看直播。经典就是要一次再次筛选。没错。一般经典是过掉过去了才会变经典。不是这样。什么叫过掉？什么叫过掉？离开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之前我们有冰雪奇缘挑战赛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，然后把赵哥没有人喜欢，赵哥就是第一次弄完之后他不敢再弄第二个，然后现在是因为电影第二集要上档了，所以呢我们今天推出冰雪奇缘挑战赛 2.0。超冷的，我想续集不会比第一集好看，老芒果变不出新把戏，不敢来，有渗血，对，这个月老喷血，上边噶，不会刮刮的，那你们慢慢玩，哎，赶快趁机会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秀慧姐，还有国贤哥。今天的年纪普遍，拉高平均值这样子，主要是要放秀慧姐我来搭他啊。但是今天也有机会让这前辈可以早点下班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单人挑战赛，马上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凄风苦雨之中要玩这个冰块的游戏了，等一下很简单，徒手抓起来就放上去。哎，冰块在冒烟呐！我跟你讲，你放上去手不可以扶，掉下来是平的。对啊，我再给个碗吧。你有限时一分钟的时间把它弄过来，时间还算长了。你30秒的时候把冰块把它挤成一块一，你可以一直弄把它融化掉，握冰球里的概念。对，然后你只要过到这个成功区的话就 OK。有一分钟的时间，第一棒 ，Teddy， 预备。来。对啊，他就不想过，他想要钱，他就是不想。你看，你头发动啊！好烂哦！哎，你真的很帅，你现在在录影，啊，你做录影认真一点的，没有斗志，认真一点的，大概录影20分之1而已哦。不想下班的，不要吵啦！有人为了下班不惜作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，却为了下班出卖灵魂的都有啊！他就是为了钱不下班啊！对啊。其实看不到你知道赚了多少，其实可以，而且他很稳啊，但是他就是不想下班，他有下班要想班，差太远。可是你认真起来，说明十分之一运势好了啦。给你一点钱，你下班吧，你回去啊，没机会了，一个人50。个性很差哎，对啊，度过了毫无看头的一分钟，好无聊的一段，超无聊的。第二个情况是快走的，来第二棒，豆哥请这位，要成长，小哈，过一波啦！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后面有民众乱入了，后面有橘色外套的民众乱入了，可以，快一点，至少再要第14，要14，加油哦，加油，后面有这个冰块抢杀，我等下陪你合照，好啦。快，可能过得了，你刚刚这样运大概1/4，如果走快一点，那个冰块多一点有可能过不了。各位，在这个下一棒之前，我们
要讲有民众来了，我们身不是我们衣服，好棒哦。OK， 哎，国贤哥怎么过来的？坐一台花宅啊，有人愿意载不错了啦。我不笑，叫摩托车，摩托车看到我就把那个护目镜挡下来，就洗手了。我不笑明星，国贤哥，你们回到第八棒的部分，第八棒就换你了。